醒啦！哎，你别乱动，你怎么样感觉？要不要喝水啊？你再靠近一点。啊？他为什么这么激动啊？啊，明白了，这是大难不死劫后余生的眼神。他见到我这个让他在世为人的救命恩人，所以非常激动。对不起，就算你要以身相许，我也不能答应你，因为我已经有。我要。你不要在意，也不用感谢我。我呢，就是顺手见义勇为了一回，没想到把你给救了。真的没事儿，因为就算是路边的流浪猫、流浪狗，我也不会见死不救的。你神经病吧你！你别以为你是病人，我就不打你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性骚扰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去告你！我需要和你交易。啊？我需要你的吻。什么？我需要和你接吻，不是一次，而是往后的每一天，都需要和你接吻。神经病！不是无偿，我们可以签合同，我答应你任何条件。签合同，接吻，是，签合同，任何条件。